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新一期的冒险课。在众多极限运动中，无一例外都具有危险性，但是潜水可以算是一项高危高难度的运动了，尤其是让人听着都想退却三分的自由潜水，更是考验大家的身体素质和心理承受力。视频中这个漫天冰雪的地方位于严寒的北欧，这个身着黑色潜水服的女子正是今天的挑战者，来自芬兰的约翰娜诺德布拉德。来到一个三角形洞口的约翰娜深吸一口气之后，只身进入了这个零下24度的冰层。自由潜水是不需要携带氧气瓶的，所以约翰娜只有一副护目镜和鼻夹，再无其他设备。潜入水底50米深的约翰娜再次慢慢的浮起，游向出口。唯美的冰层就在约翰娜的上方，这个仿佛快要静止的世界看起来就如同一幅美丽的画作。作为冰下潜水的纪录保持者，约翰娜曾经的经历也让人感慨。因为事故腿部受伤的约翰娜曾经饱受身体和心理的折磨，为了摆脱那种困境，约翰娜开始接触潜水。这个无声的世界让她的身体和心理得到了双重的解放。